大家好，我是一哥。你们有这种恢复出厂设置以后需要激活手机，但是号码之前的号码也没用了，然后导致密码忘记进不了系统？这个华为的现在很多新版本的系统都要拆机啊，然后现在还有两种方案，有完美方案，就是保留指纹，解锁以后不影响指纹啊，然后就是不完美的，就是解锁以后有些高端的手机啊，指纹用不了。现在我们采用的都是完美解锁方案，保指纹的啊，保留指纹的，就是但是有点麻烦，有些解的话还得我们还得啊付费给那个软件那个商家，才给我们这个权限。所以说这个华为的手机啊，要看，首先解之前首先要看那个版本是低高版本还是低版本，才知道怎么个解法啊。现在就这个就是已经解开了啊，解开了，然后你们需要解的可以私信给我啊，华为前系列、 OPPO 前系列、vivo 前系列啊，什么小米啊那些都可以解啊。这个感谢关注。